在游轮上的吗？天门。我这梦也长不了，所以说呢，我们不转太多地方，就去哪儿呢？就去北京的最中心 Forbidden City， 故宫，你去转一转。故宫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啊，明清两代王朝的皇宫，然后呢，却是中国古建筑的一个精华，然后在世界上呢，也确实是非常棒的皇家建筑。然后我不想像其他那种普通的那种 vlog 一样带你走什么，这是太和殿啊，这是慈宁宫，那样没劲。你知道吗？就是很多人来故宫啊，也许不知道故宫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景点，很多人来了呢就错过了。所以这期节目呢，我是这样，我带着你们去看一看这个几个特别有意思的景点。这故宫里有好多狮子，我做个伏笔啊，你看这个狮子的耳朵，好，记住了啊。你看这狮子跟太和门前面的狮子哪儿不一样呢？是不是耳朵耷拉着，叫耷耳狮？为什么呢？通过这个乾清门之后就三宫六院了，实际上这皇帝呢就是警告所有的妃子呀和从那儿过的人，不要乱听、乱讲、乱说话。这个呢，就是故宫的九龙壁，从左边数，第三条白龙，可以看一下啊，第三条白龙的肚子，你看这个颜色，明显跟其他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就是，当时呢建这个九龙壁啊，实际上是用琉璃制作的，这个工序呢非常复杂，但是乾隆皇帝给的时间呢特别短。所以说呢，就是就非常紧张嘛。结果呢，在装的时候，有个小工啪一下把这个琉璃给摔碎了。这要是被皇帝发现，那诛九族之罪啊。然后这个为了蒙混过关，然后这工匠呢就拿了一块非常棒的楠木雕出来，然后刷上白漆放上去了。哎，结果果真骗过了这个皇帝和骗过了就是检验的这个工程师，但是呢骗不过时间。经过就是很长很长时间，在民国期间，就这一块呢，看就是褪色了。就大家发现，我去，原来是块木头。所以你下次来故宫呢，可以到九龙壁来看一眼，非常有意思。这个呢，就是隆宗门，位于保和殿和乾清门之间军机处的旁边。看见这个剑没有？砍了一半就剩箭头了，再放大一点。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箭头是这样，就是过了康乾盛世之后呢，这个清朝呢有点走下坡路了。下坡路之后呢，当时那个民间有很多农民起义，有一个叫天理教的非常厉害，然后组织个200人的小分队，居然直接杀到故宫来，堪比史泰龙的敢死队啊！然后这皇帝嘉靖皇帝非常生气，我靠，这什么物业啊！然后呢，清军呢就在这个隆宗门这儿，跟这个天理教的200人的敢死队，就是浴血奋战，但最后终于赢了。赢了之后呢，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有一根箭，啪射在一个隆宗门的牌匾上了。然后这个嘉靖皇帝说：“别撤，就放在那儿，时刻警示着自己，这天下跟他一样牛逼的人还是有的。”这场仗呢是1813年打的，然后这个箭呢一插就插这个牌匾上将近200年。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牌匾的感受啊？这故宫里的石狮子呀数不清，特别特别多。那么现在到这个地儿呢叫断虹桥，上面有一只狮子呢实际上是负责搞笑的。我们看一眼这个，这个武当的狮子就是那只负责搞笑的狮子。为什么要照这个狮子呢？这个狮子不但造型就是很独特，而且呢这里面有个故事，就说这个道光皇帝呢有一个儿子叫爱新觉罗奕本，搁现在呢就是一不良少年啊，然后玩世不恭。但是呢这个道光皇帝当时呢是想把他扶植成皇帝，就给请了家教。他呢也不好好学，这老师就跟他讲说，你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怎么当皇帝啊？然后这个爱新觉罗奕本就说，老子要当了皇帝第一个杀的就是你。就这个教书先生害怕了，就报告给道光皇帝了。这道光皇帝一听，什么好嘛，这老师竟然这么不敬，然后就非常生气啊，这是烂泥扶不上墙啊，照这个爱新觉罗奕本当不帮就是一脚，这一脚呢太狠了，当时这奕本就趴在地上起来了，就第二天就死掉了。这道光皇帝呢就非常非常的后悔，然后呢每次从那儿过的时候呢看这个狮子就想起他儿子。所以下次你来故宫呢，专门到这个断虹桥来看看这个造型独特的狮子。我一看到故宫呢就老想，冬天如果下了雪，然后这边没有人，哇，要在这儿散步那感觉。所以以后等冬天的时候下雪，我一定再来一次，再录一次。这海外华人回了国都想做什么？你可以在评论区啊写一下你想做什么。但我这儿接触的呢，最想做的就一件事儿，吃啊。这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啊，叫驴打滚，这叫爱窝窝，这是糖火烧，嗯，豆汁儿。但是不是所有的北京人都能吃豆汁儿，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，但从小到大真的吃不了，特臭，有股泔水的味道。哇，上蟹下兔，反了，上兔下蟹。大夫，我这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吃的太多太杂了，
急性肠炎，吃点黄连素就好了。老陈醋，什么馅儿的包子？什么馅儿黄连素？赶快休息吧。啊。嗯，哇，这一觉睡的，啊，去了一趟游轮，还回了一趟北京。你还别说，就有点想北京了，想我爸妈，想我亲朋好友。但是现在我最想做的是赶紧上楼。